3日，曾在陈小春版《鹿鼎记》中扮演小郡主穆建平的女星邝文洵凌晨宣布产下第3胎，并晒出宝宝小脚丫照片。她配文称宣布喜讯，小家伙正式卸货，我们的小奇迹在这里，重达 6.36 磅小切斯尼加入我们的家庭，感谢大家一直陪着我们，看着我的肚子一点点变大，也希望能继续得到你们的爱和支持，一起看着小切斯尼长大。现年42岁的前无线艺人邝文洵，曾饰演陈小春版《鹿鼎记》小郡主穆建平而为人熟知，2006年下嫁至衣裳人应德荣，自此专心相夫教子，绝少现身幕前，至近年因致力慈善工作才再度活跃社交网，并于次月宣布怀有第3胎。之前在 TVB 的时候，邝文洵跟杨幂老公刘恺威拍拖过。2006年，她嫁给富商应德荣，婚后邝文洵就自曝过丈夫有狂躁症。如今邝文洵的丈夫情绪也趋于稳定，家庭生活也日渐幸福，邝文洵也显得更加容光焕发。